哪里？脚了，好好好。你哪里痛？就在脚底下的脚跟。脚跟痛是吗？脚底下的脚跟痛。足底是这样处理，大家看一下这个。好，足底它有分后段、中段、前段，对不对？那这里的答案在哪里呢？在它的，它现在是后段痛，后段最多人痛。那后段一般好不好处理？不好处理，因为现在医学也没有答案。那常常会去照看看它是属于什么，有没有骨刺。即使有骨刺，也不是骨刺引起，都是筋伤。那处理的点就在这一个点，就在这一个点，哦，所以足底痛它的点就在这里。那这个手法是怎么样？轻的用按的就好啊。如果重一点，它有时候会延伸到这一条线，也就是一根指头长。那只要把它揉开，足底就会好了。哦，那中段痛呢？如果中段痛在哪里呢？它这一点的下沿这里，这里管理这里。那这里是这一点管，中间是这里管，这样会了吧？那如果这一带呢？这一带是前沿管，它是这样来的。那前沿管这一段，好，那这样足底痛应该大家就有。那你两脚都痛吗？两脚都痛。那好，我现在帮你处理吧。它是痛足底。那我们刚刚讲的脚踝，大家看影片，它这里脚踝痛是从这里这一条线以上的属臀部管，这一条线以下的属这里踝骨管，这样懂我意思吧？所以这一条线很有意义哦。所以这里切到这里以上的，包括足跟腱，那当然也是臀部管，是吧？所以这一条线是这样画。那踝骨你扭伤这里也是屁股，但你的扭伤如果在足背就不是咯，就是这里管，这样会了吧？所以足底这里痛是这一点管，中间是这里管，是吧？那前面呢？前面是这里管，这里踝骨的前沿管这一段，哦，包括足背，这样大家会了吧？好，那这个两脚，他两脚嘛，好，那我来按给大家看，这一点疼吗？这一点疼哦，这里是不是也疼？这一点最疼是吧？这里很疼嘛，它上面疼不疼？上面不疼。上面不疼就疼这个点。好，好，我看看这样揉会不会很疼？这样也疼，这样是不是也疼？我现在在压的时候还疼呢，这里。它上面不疼吗？哈，啊，就是这一点。好，那你自己也可以用啊，这个比较简单。好，这样我们差不多就用完了。哈，好。啊，另外一腿好，也是足底痛嘛，哈，好，他这个就是在这一点，这里是不是疼？哦，那这一脚比较好啊。这里就疼了。好，我这样已经按完了。那我再跟各位介绍一下，如果足背痛，足背痛如果靠外侧就揉这里，哦，啊，如果内侧就揉刚刚这个点，啊，如果中间痛就揉这两个点，这样大家了解了吧？好，那如果我再跟各位讲，脚趾头痛就揉上面隐状肌，足底的上段痛，这里上段痛就揉这里，这几条，如果痛这一点，你就翻过来这一点，这样按，
所以足底上段痛就揉这几条，它就可以解决上段痛。所以有分上中下，是这样分来的。好，那您下来看看，看看现在的结果。没有感觉了，没有一样了。好，好，不会。